各位朋友好，今天是刘卫华大师说瓷器的第79集，也就是第79讲。在我眼前的这两件青花重器啊，昨天已经跟各位介绍了一件啊，昨天介绍的永乐青花八角烛台。那我也答应各位，今天再秀一件啊，相对论的关系，永乐不是永乐，这一件是啊，左手边就昨天这件，这是明永乐青花八角烛台，右手边这件是新拿出来的，是明宣德青花八角烛台。差在哪里呢？差在它的这个纹饰啊，有一些小幅度的变化。我们说永宣不分家嘛，在这两件瓷器上就看得出来啊。永乐是永乐年创烧的，它根据埃及啊，根据古埃及的金属器，不管古埃及哈、古波斯哈都有这种，反正都是古老文化传下来的这个金银器或者铜器里面有这样的构造，然后经过了。这个郑和下西洋交换礼物，交换国礼带回来之后，然后永乐大帝觉得不错，他很心仪，他就叫御窑厂照这样烧造瓷器，结果就烧造成功，而且比原来的金属器还要漂亮，所以这样的就流传下来，而不但流传下来，而且当作博物馆的重器啊。我们虽然不是博物馆，但是我们的东西啊，哎，也可以媲美博物馆，对不对？当然不能跟他比了啊，博物馆是请国家之力，我们这是小小的一个个人，但是我们站在一个收藏的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初心啊，这个初心都是一样的。好，我给各位转转看，他这个最主要他的款了一下，我也忘了我有没有对准啊，各位看它的款啊，给我看，我转到你前面镜头前，你看它的款，它的款在这里，看到没有？啊，大明宣德年制，那这个就没有款，这个永乐的没有款，啊，好，讲这个之前呢，我还是不能免俗，我给各位念两段古人呢、对这个烛台的一些赞美。啊，对，就读烛台的古代文人呢，哎呦，很会做文章啊。这个烛台是算是是，因为古人离不开这个烛台的啊。我们现在有电灯啊，有什么水晶灯，这个灯那个灯的，以前啥都没有啊。以前呢，100年前还是什么一片黑啊，完全是要靠这个蜡烛，是吧？楚辞之中，楚辞啊，2000多年前。2500年前的这个楚辞之中，他就讲到了啊，室中之官多珍怪，室中之官就是室内的室，室中之官多珍怪啊，珍宝的珍啊，珍藏的珍，室内之官是观看的啊东西啊，室内之官多珍怪，兰高明烛华容被，兰高明烛啊，明烛华容被就是我们的什么？点个蜡烛的啊，华容被，这样才齐备啊！你所有的室内的东西，你啊，这个啊，室中之官多珍贵，但是你兰高明烛才什么？华容被，被就是齐全的意思啊。好，苏轼在他的《海棠诗》啊，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在他的《海棠诗》里面也讲：“只恐夜深花睡去。”哇，这很浪漫。只恐夜深花会睡着了。你看他这个真是文人啊，杞人忧天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明烛照红妆啊。他是苏轼是烧红烛是什么？照红妆的，照美女的，照花的啊，如花似玉的。所以我再念一遍。他的海棠诗里面，他是指的是赏海棠了、当然我们是把它拟人化来讲，
伤海棠的时候，海棠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明烛照红妆，是这样的。海棠花我们之前就讲过，号称为美人醉，很漂亮的。我在英国第一株看到的那个花最漂亮，让我大为惊艳，大为震惊的，让我看起来都心花怒放的，就是海棠花。啊，在离我家这五分钟左右的路程的一个 local 的一个公园，但它那个公园虽然是 local 的，但是它的公园那很大的，里面还有足球场，啊，还有那个怎么讲，要那个两三个人，我看大概要两三个人才能环抱的那个大树，古木参天都有，哦，还包括我还有一池的鸳鸯。还包括我现在讲的这个海棠，啊，所以海棠开花那么漂亮，所以让苏东坡这个大文豪，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明烛照红妆。哎，这个用到了我们蜡烛，用到我们烛台。还李商隐，另外一个浪漫的诗人啊，在他的这个《夜雨寄北》啊，《夜雨寄北》我孙子会背，我也有指定叫他背过。啊，这个夜雨寄北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啊，再念一遍，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换句话说，晚上点那个蜡烛，在古人那个古代的诗人、古代的文人，都视为一大浪漫的。啊，不是造花，就是跟好友之间啊，话当年，啊，这个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因为我讲过，我们在眷村小时候真的是有点过蜡烛，啊，包括在台风天来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寄居在帐篷的时候，啊，那个晚上点蜡烛啊，聊着天，哇，那种，而再讲一点鬼故事啊，再讲那个，这年轻的人嘛，就是再讲点浪漫的故事。啊，小孩在听听鬼故事，哇，那个真的很有气氛。这是我是经历过那个，算是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最有名的一句话，不管你喜不喜欢听，它却是最有名的一句话：“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所以，蜡烛、烛台在古人是重要的装点哦。这2000多年，楚辞之东就讲过，是不是？室内之官多珍怪，南高明烛华容被。你有南高明烛才能够华容被啊！啊，所以这个它重要性。好了，我们再来讲，永乐皇帝他喜欢这个，当然是有他的缘故。第一个，他漂亮，我就讲过，他有那个金属的那种阳刚啊，又有金属的那个延展性，又有金的那种延展性。金性严格嘛，啊，火性什么炎上，水性润下，啊，土性架设，这个木性取直，它都我们五行里面它都有一种叫金性取直，它就是有那种金性的那种严格，然后收腰，三级收腰，跟那感觉上是很舒服的，啊，所以的这个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啊。退藏于密，易经的话，退藏于密，迷之于六合，就一收一放之间，给你感觉上很有那种气概，啊，有封腰之美，啊，有那种所谓的楚王好细腰，有楚王好细腰之美，又有那个张弛的那种力度，哇，这真的是好东西。所以为什么八角烛台会这么迷人，而且带有神秘的色彩？对，我昨天有讲过，他跟那个在欧洲最大的这个科学测试，那个所谓的所谓高效物理学啊，他的高能物理学啊，那个用两束的直指这么对撞，以光速的速度人为操控的，大在哦，在他的地下室的那实验场啊，哈哈，那个工程大，地下100多公尺哎。地下100多公尺，开27公里多的长度，一直从日内瓦到法国，它的大墙对撞就在寻找它人，就是宇宙最原始的那个粒子，就是上帝的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结果发现了，
所以那个理论的啊人就叫做希格斯，以他命名，又叫做上帝粒子。为什么叫上帝粒子？因为它是构成宇宙不可或缺的。他的希格斯粒子其实发现希格斯粒子还不重要，最重要就可以反推证明它有希格斯场。这个希格斯场就是在宇宙大爆炸，在形成宇宙的那个大概千亿秒 之一的时间瞬间产生。它那个希格斯场啊，希格斯场遍布全宇宙啊，遍布全宇宙任何的空间，它使所有的这个粒子，宇宙之间构成宇宙最小的，目前来说就是粒子，所有的粒子本来是没有能量，经过了希格斯场之后，啪，都产生能量了，就产生能量就产生重力，啊，宇宙之间的这粒子它有四种力，基本上的是什么电子力，啊，所以的那个电磁力。还有一个就是强作用力，一种是弱作用力，还有一种就是重力，都是四种组成的。哎，但是你的质量哪里来？完全是取自于希格斯场。这希格斯场，我们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都在游泳池游泳，规定啊，主人我们办 party 啊，规定我们在那个开酒之前，每一个人都要跳到游泳池里面把身体打湿。这样才是表示真正的会员。好，大家啪都跳水把身体打湿了。这就是希格斯场。就是打湿身体的来宾就是经过了希格斯场的作用，所以它产生了质量。要不然它没有质量形成不了宇宙啊。没有质量它就没有引力，它没有重力，宇宙无法形成，无法凝聚，各位想的。啊，就像是糖浆，你要做什么东西，你要加那个在进糖浆之后，它会形塑一些东西出来，形塑成现在的世界、现在的宇宙，啊，这希格斯场就是所有的啊粒子都是经过了希格斯场而得到了什么质量，得到了质量就得到了重力，就得到了引力，所以形成现在的这个宇宙。所以它等于可以把宇宙反推到宇宙大爆炸时代，啊，当然它规模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大，但它在一个小小的，它在它的标准器模型里面，它做这样的实验已经算是很不得了了，所以被号称为上帝粒子。而发明这个理论的人希格斯也得到了这个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为什么提这一段呢？你看他的那个大强子对撞，他虽然是带个大型的那个巨型的，应该是啊，那个 tube 就是那个大的那个桶状，就像那个地下铁，但是他比地下铁嘛还要大上10倍100倍这样的一个规模。他实际在做测试的地方，你看他就是一个八卦形，他就是一个八角形，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烛台的这个台座型，你看它真的是啊，所以我昨天在讲这套理论的时候，是我什么灵机一动讲到的，就事后我在哎是讲的周不周延，我又去 Google 查了一下，哎，它里面真的是对我才发觉啊，它那个里面的那个场域就是这种八卦型，所以我们虽然不能硬往上靠啊。但是我们讲到了我们大师说瓷器嘛，讲到这一段，讲到了说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要讲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地方，我们要讲几句话。就是它的八卦形为什么大家看起来舒服，因为它有一个潜在的一种，而包括我们永乐大帝那种所谓的啊，这个英明啊的这种什么啊，英明的领导人好了啊，在封建时代的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他都这么喜欢，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这有一种感应力。而他最早也器型也是来自于埃及或者波斯，都是古老的那种国家，有些时候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看我刚才冥冥之中，哎，我就想，哎，大象对撞机，我灵机想到这么一点，因为我本来就对那方面就会稍微注意一下啊。哦，
结果真的他对撞的那个场面就是这个八角星。而且你看我们中国人先天八卦挂在门上一挂安定。不止江山安定，人心最起码安定。那八卦所谓的先天八卦，我们昨天讲过，先天为体，后天为用。我们看罗经，看方位转来转去，那一定是后天八卦。所以他们现在发现了这个希格斯这个玻色子，或也证明到了有个希格斯场，有希格斯场才会有人类，才会有万事万物。你否则大家都没有质量，那都是空的，都在虚无缥缈，那不可能有凝聚的。它是这样的，有了希格斯场，我们才凝聚成人类，凝聚成各种物种，凝聚成地球，凝聚成各种星球啊，凝聚到什么各种星系，再凝聚到各种什么宇宙，而且说不定还会有平行宇宙啊。然后宇宙，我们现在人啊，我们人不要太自大，我们人现在对宇宙的物质，我们掌握的只不到5%哦。95%以上的都是黑物质啊，这种有人称为暗物质。暗物质就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我们不了解，但知道有东西存在，是啥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仅知的对宇宙，人类对宇宙仅知的还不到 5%、啊、其他暗物质希望借着这个大枪子对撞机啊，将来陆续都会慢慢被一道一道啊，这个这个所谓的波斯抽检，慢慢我们去理解。你了解了这暗物质之后，你才甚至于它撞的时候会对撞，会形成一个小型的黑洞。有了黑洞你也可以对时空的扭曲有所了解啊。我们能知道黑洞会造成时空的扭曲，是不是将来人能够返璞归真，能够返璞回到最原始的那一点啊，那个时间能够让它倒退。所以时空是这样的，所以时间空间，我们中国古人也是，我们天干地支，你看天干地，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天干地支也可以代表时间，也可以代表空间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子丑寅卯子，大家知道子是什么？子是是代表时间，子时11点到1点凌晨11点到1点的子时，好。时间它代表方位呢，子就代表正北方，就是子。啊，午大家都知道，中午11点到1点那个时辰呢、是午。方位来说是什么？正南方。离卦丙午丁离卦南方火，就是我们中国在几千年前就有这种时空，把这种时空绑在一起的概念。但后来经过西方的科学家啊。逐步说是波解，把它印证出来。包括易经呢，他现在为了找这个暗物质，还找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找那个超级相对论。所以超级相对论就有这样的物质，就是比如说我们粒子上啊，有这样的粒子，最微小的粒子反推就有另外一种粒子跟它两个是匹配的。这叫做什么相对论，超级相对论啊。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相对论，它有超级相对论，它可以反推，甚至于去再对照下，是不是有暗物质，会，这百分之宇宙之间95%以上的这暗物质，慢慢会被抽丝剥茧出来，所以它从最小的，这个质子的对撞，而发现极不稳定的那个我们讲那个。希格斯玻色子，希格斯玻色子是它马上就衰减，它很不稳定，它很难捕捉到，但一旦捕捉到就证明它有希格斯场的存在，那证明万事万物的质量从哪里来就了解了。好，这个你看我们从最小的例子一直可以反推到宇宙大爆炸的时代，这种观念是不是我们中国易经讲物一太极，然后同体一太极，同体一太极就是宇宙大爆炸，要这样来讲，物一太极就一沙一世界，是不是一沙一世界，同体一太极，一沙一世界的道理，就还有易经另外一个退藏于命，迷之于六合，是不是就是宇宙大爆炸跟这个希格斯
粒子，七个是波色子，啊，这个道理是相通的。而他现在找这个超级相对论，也是我们中国讲的《易经》讲的阴阳之谓道。我昨天跟各位讲了，先天八卦，先天为体，它又被称为宇宙生成法则。宇宙生成法则就是，哎，就是一阴一阳啊，一阳，然后升为四象。我昨天就讲了，阳升为老阳跟少阴，阴升为什么？少阳跟老阴，接着才产生啊，老阳产生了乾兑，啊，少阴产生了离震，啊，然后少阳产生了乾兑离震巽坎，然后老阴产生了艮坤。我刚讲了整个八卦，现在八卦的横图，就万事万物兼备了，这个发展方向就已经定出来了。所以他这个理论，我们这个理论是不是也是一种所谓的这个相对论的一种理论啊？相对论的理论，而且我昨天讲了天地定位，原图来讲是天地定位啊，三者通气，雷风相破，水火不相射，他这冲就是一种冲击理论，而化生万物。我们中国人厉害的，他的先天冲击而生的万物，太过于对立之后，他能够生，他不能够存。啊、哦，就像我们生小孩，你生他，你还要养他，他能生他不能够存，存要靠什么？要靠后天为用。后天八卦讲究的是什么？周流之气，地出乎正，其乎俊，相见乎离。他把这个气马上就转化成一种祥瑞之气。把它一种暴力之气、对冲之气造成了生命，比如宇宙大爆炸造成了生命，它马上把这生命之间做联系，就是我们从这次的大强子对撞产生的这个希格斯场，希格斯场让万事万物不是产生了，就像你经过糖浆，每一个人都沾一点糖浆，跳到游泳池，每一个人都沾到水，就是你沾到了这个质量。它才有形成的重量，才凝聚。我们这个就是跟我们后先天八卦之后马上转化后天八卦的周流，所以流行者之谓气，马上把这些化暴力为祥和啊、哦。比如我们经常我们古人比喻国际关系，在战国时代国际关系他都用阴阳，他都用五行来比喻啊，或者是用后天八卦的这种深刻的关系来比喻。所以就构成万事万物啊，啊、哦，而包括他的你说的找他的那个暗物质也好，找他的那个那个所谓的超级相对论的物质也好，他也都是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啊、哦，他当然他中间的变化又更细腻，因为他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所谓粒子模型，啊、哦，在那里面。所有的这个变化它都模拟了宇宙太空的这种变化，可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跟我们的已经的先天八卦的对冲理论、啊、阴阳对冲、啊、天地定位、三则通气、啊、雷风相破、水火不相射，这种冲击完了之后，当然马上你要转化到后天八卦的周流、啊、然后把它完备起来，把它完备起来，就你形成了重力场，形成了引力，所以宇宙啊才会啊，地球才挂在那不毁啊，啊，在太阳系又属于银河系，银河系又在宇宙的一环，它是环环相扣，就跟人的大脑神经元一样，啊，它牵一发动全身的，所以这个先天八卦冲击出来的东西，然后经过后天八卦把它完备。啊、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我们从欣赏一件事物的美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要把它潜在的因子。你去问永乐大帝，他不，或许他有这种概念，或许他没有。但是从美学的观念来说，大家是什么？气感相通的。所以春天到了，木华于春，丽芽于市，人气，这我问为什么我们审美，啊，审美。虽然是这么主观，可是它还是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道理是一样。只是我们有这种，不要说我们自己有超能力了，我们没这么大本事。
但我们有那 feel 的人，我们有一点认知的，我们把我们的观点讲出来。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啊？他居然那个大箱子对撞机，我懵懵之中，我就突然间讲到那个，后来我就想，他真的是一个八卦型的，啊，但他未必就套用八卦理论，但他的结果是跟八卦先天八卦的对撞是吻合的，然后他也在那个找那个希格斯场，结果希格斯场果然证明了存在，就证明了后天八卦的存在，马上把它周流起来。否则凡是万物都处在对立状态，就是连那个陈水扁他也都知道这个冲突妥协进步啊，冲突完了你要妥协 啊，要不然的话翻到底大家都撕破脸什么都没有，冲突妥协进步。在另外的理论里面，就黑格尔的理论，就是正反合，有了正有了反之后你还有个合，合是什么？就后天八卦。没有的话，否则你一直在冲突，那就毁亡了，毁灭了。好，我们这个把我们背后的这些啊高深的理论，你懂就听了，不懂的话就当作笑话。外行人这个听就看热闹嘛啊，内行人的话你可以听听门道。好，这个他我们这两件瓷器基本上它的结构都一样，但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就是第一个有款，他有款。这个永乐，他永乐时代发明没有款，他孙子宣德的时候，他把打上他的款，而且他把这边前面的啊，他把这一段的蕉叶纹，他改成了是什么啊？莲瓣纹，他改成莲花莲瓣纹啊，改的。而且他口沿的地方，你看。他这边他把他这一圈啊，这窄窄的这一圈他用作颈纹啊，就是三角形的中间加白点这种颈纹。他这边是用什么我们称为几何图形好了。那这边他几何图形是什么？是另外一种的几何图形，不一样。那脖子这边的这一圈呢，我们永乐的他是用这种田字形的啊，田字形的。啊，格子状田字形，啊，也好像有点像那个 Burberry 的那个啊，那个 logo。那这边呢，我们这边是用什么？缠枝菊，缠枝菊，脖子这边啊，在下面有那个宣德这边是用缠枝莲，啊，缠枝莲，哎，永乐却用缠枝菊，啊，永乐却用缠枝菊。就各位看不到了，平台上的外圈这边是用什么缠枝莲花啊，缠枝莲花啊，宣德用缠枝莲花，那我们永乐这边呢就是用八大马用莲瓣纹啊，那方形的莲瓣纹，最内一圈是一样的，就凹下去，那接竹类凹下去那块两边同样都凹，你看没有凹的第一个你就把它排除掉，那是假货啊，真货来说它有实用功能的，蜡烛通过第一代这边它聚集在这一圈，聚集起来红红的一圈，它因为它那时候还是液体状态，它凝固了一圈红红的，蛮好看的啊，这也是一种美学的一种表现。这中间都有海涛纹青花海涛纹啊，青花为底留白色的这种海涛纹，这是一样的一致的。好，再看口沿这边，永乐啊，他在他那个折腰的部分，永乐是三道旋纹啊，是用两道旋纹。那宣德这边呢，却还是一样，用三角形啊，加上一个白点的这个所谓的几何图形，这是有出入的。再下面主体纹饰，它都是啊折枝花卉，这边也是折枝花卉，相距不多。那最底部的这一圈所谓的圈足啊，它这个八角形的圈足，永乐的是用回字纹，啊，这个宣德的就还是用那个三角形，像波浪状那个三角形的啊几何图形，主要是差别在这种，一个是有款式。
一个是有款式，另外一个是没有款式，还有它的这个纹饰上，纹饰上也是也有些出入给我照着欣赏一下欣赏一下，我也就不转了，因为它这个你看一面跟看它的背面基本上也差不了多少那同时拥有这两种同时拥有永乐的八角烛台跟永乐八角烛台跟薛德的八角烛台同时拥有，这也是一种荣幸的也是一种荣幸，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不容易的。我这个对，昨天还有人除了问我这个八角八卦叫在做一些那个说明，有的人他有这个兴趣嘛，我刚刚也说了。那还有问，就是问我什么时候收藏的？我大概20年这个永乐的是先收藏20年前，这个宣德大概也是有18、19年，反正两个就差个1、2年的功夫，就是当初收的时候没有刻意，完全没有刻意，只是偶然的机会得到。那第二个我才开始去刻意，第一个得到的时候根本没有刻意，那时候也是机缘。不过我从眼前的我临时这样发现的感觉上他们这个可能大小的比例上稍有不同，我也没有正式去测，我现在摆在我眼前，因为我以往拿都是单独拿出来一个单独拿出来一个，我也很少把两个并排在一起这偶尔拿下我写文章照个相就收起来，所以我现在看一下，好像它的那个比例上有时候会稍稍有出入感觉上这个宣德的这个好像比较紧一点，感觉比较紧一点，这个结构上那个永乐这个在我眼睛看，感觉它好像比较松一点，比较放一点。这个宣德的反而比较收一点。这是我对这两件器物所做的一些阐述，还包括我对联想到一些八卦型，包括大匣子对撞机都讲了。没想到有人对这反而有兴趣，所以我今天又在补述一些。最重要的是大家看到赏心悦目，雅俗共赏，你也不见得要把想太高深但是你能够我能够听得进我讲的比较高深的那些这个孟子讲嘛，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对，所以我们人有时候要神一下你不能光讲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东西，那就不神了嘛，是吧要能够超凡入圣，超凡入圣之后你还不行，你还要什么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所以我们大师说瓷器有时候要神他一下，但终究来说它是一件美的器物，希望能够雅俗共赏，你不想理解这么多的你就看它赏心悦目就好不求别的。好，今天说到这里，谢谢各位。